有人社会单纯复杂的是人，谁把谁当真的偷玩的人。社会单纯感情哪有真啊，谁能在乎我心情是我心啊。有人若能比双双飞，想一想伴永不回，燃烧燃烧燃烧，用你的声音，你娶我吧。不对，我爸娶你也不对，到底怎么读呢？你永远也想不到。有人啊？哎呦我的妈！有人哎呦我的妈我拥抱着爱，哎呦我去，这个老爷我真的服了。哎呦我的妈。完了完了，撑坏了。那找个地方住一晚。那才能好。以前不都是住一晚上，第二天就好了？那是没结婚前，现在是真的坏了。有没有见我的大公鸡？没有见，没有见。你在看什么？有人。真是高手，手！哎呦我的妈！为你点赞。这一瞬间有一百万个可能，双双飞呀飞，永远常相随。若没必刷脸，为你点赞。有人不痛吗？我是在这爬的，来我教你。有人有
一种能量，光芒万丈，一方有难绽放大爱。你干嘛？我以为是我老婆呢。你自己有没有老婆，心里没点数？不好意思，我认错人了。别走，我要听回来。想占我便宜，门都没有。哼，什么人都有。有人。啊这是高总，哎呦我的妈！西瓜十元两个啊，是的，是的，也这么便宜，我挑大的啊，随便挑，随便挑，给你十块钱。不是，等一下啊，找你一元。这男人不识字，还找我一元，还是这样卖的快呀？哎呀，啊、有人。是那夜空中最美的星星，照亮我一路前行。为你点赞。有人。哎呦我的妈！有人，我吹不你吹不的温柔。哎呦我的妈！哎呀！你别笑，你有病吧你？不是我，有病吧你？真的不是我。哦，哎。大蓝蓝的天上。我在东北眺望北京，侧耳倾听是母亲的声。啊！有人。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呀呀呀呀！哎呦我的妈！有人。啊！这是高手。有。哎呦我的妈！啊！有。哎呦我去！有人。你要不要？你真没素质，气死我了！姐夫加一笔念什么？解释。啊？没有姐姐了。哎呀！
我把我哎呦我的妈！一会儿。如果不是听爷所言，我是万万不敢相信的。啊！有人。鱼迷不要钱，是不是真的？是真的，是真的。那我拿几个？好。袋子一百元。袋子一百元。啊。还是这样卖得快呀、啊！走、哦！一会儿。老婆，你在看什么？老公，老公，最后一个让我来。好，你在看什么？哎呦！啊！一会儿。老板，你在看什么？如果不是亲眼所见，我是万万不敢相信的。一会儿。嗯。美女，有没有看见我的大公鸡？没有，没有。一会儿。真是高手，手美女，有没有看见我刮？没有没有，我买衣服呢。老婆，你的包在哪儿买的？真是高手。一会儿。如果不是亲眼所见，我是万万不敢相信的。老板，鱼米咋卖了？五块钱一个。你咋卖真贵了？不贵，质量好，你看。嗯，就要这个。别。嗯。还是这样卖的快呀。有人。不可能，绝
你。为了生活，我努力拼搏，苦点累点算什么？无论是上坡。嗯？哎呀！哎呀呀呀呀呀呀呀！丈母娘加一笔念什么？答对奖励给你。一个丈母娘。不对。嗯？那到底怎么读呢？慢慢想吧。有人。你干嘛？我以为是我老婆呢。你自己有没有老婆，心里没点数？不好意思，我认错人了。别走，我要踢回来。什么人都有，真是。脱衣裳干嘛？着什么急啊？我买衣服还不行吗？给你。够。再给你，这够行了吧？这还差不多。哇、嗯！哎呦我的妈！这一瞬间有一百万个可能。啊哟！喂！啊！你别笑！哎呦我的妈！有！哎呦我的妈！有人。嗯，哎呦我的妈！有人。嗯，哎呦我的妈！妈妈，月光月下，心情到，我想你了。躺在雪里的牵挂，有人。哎呦我的妈！西瓜十元两个啊，是的，是的，也这么便宜，我挑大的啊，随便挑，随便挑，给你十块钱。等一下啊，找你一元。这男人不识字，还找我一元，还是这样卖的快呀。嗯。有人。喂，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。有人。你干嘛？我以为是我老婆呢。你自己有没有老婆，心里没点数？不好意思，我认错人了。别走，我要踢回来。想占我便宜，门都没有！哼，什么人都有。一百元两次，是真的吗？是真的，是真的。我来一百元。好。啊啊！怎么才一元？还有一次，还有一次。怎么又是一元？再玩一次，再来一百块呢。我不玩了，不玩。再玩一次。有人。
你上医院看过没有？你一定是有点毛病。真心，攒下爱给的深情，把爱汇成最美的风景。哎呦我的妈！今生相爱，花开孤白。我发火！哎呦我的妈！没有姐，不姐，你他妈剁了他，再打！流氓，流氓，流氓！哎呦我的妈！真是高手，手！哎呦我的妈！老板，西瓜咋买的？一百块一个。一百块一个？你咋买这贵的？我是个盲人，我西瓜货，你翻翻看。好，就要这个。一百块。还是这样卖的快呀。以后还喝不喝酒了？不喝了，不喝了。还抽不抽烟了？不抽了，不抽了。改不改？改改。你要是再不改，我把你嘴给你撕烂去。改改改，一定要改。哎呦我的妈！真是高手。一瞬间有一百万个可能，该向前走或者继续跑。啊！你别笑。瓢虫挑剔竟敢犯门弄虎，不是人，不是人，渔民不要钱，不要钱，不要钱，是不是真的？是真的，是真的。那我拿俩，好好好，那我拿个袋子装着。哎呀，对呀，袋子一百元，袋子一百元，袋子一百元啊，要这贵，还是这样卖的快呀？哎呦我的妈！这是我帮你捡起来的。谁能证明？这里也没人呐。就是你偷的。家人们，人在做天在看，相信会有好心人帮我证明的。美女，亲一口呗。你有病吗？亲一口一千块哦。一千块啊？那好。哎，给钱。啊，出门着急忘带钱了。你有病吗？你没钱请我干什么？那怎么办啊？不行，我要请回来。你干嘛？我以为是我老婆呢。你自己有没有老婆，心里没点数？不好意思，我认错人了。别走，我要听回来。想占我便宜，门都没有。哼，什么人都有。作为一个男人，你既不抽烟，有人不喝酒，你还不好色，不叫你有事。你干嘛？我以为是我老婆呢。你自己有没有老婆，心里没点数？不好意思，我认错人了。站住，我要亲回来。
什么人都有，真是。有人。这老六我真的服了。嘴巴是用来亲的，知不知道？知道。不是用来逼逼骂人抬杠的。以后能讲话就多讲两句，不能讲话就把你这个嘴巴闭上。哦，给我拿800块钱，我去洗个脚。啥？洗个脚要800？老公，你洗啥脚要800？哎呦我的妈！以后男人的事少打听。我操，刘斌！给我10块钱买酒。滚！不用。哎呦我的妈！买贵的，买好的。大哥，大哥，你钱掉了。你不会帮我捡起来？好吧。我的是10000，你们只剩6000了。你的是10000对吧？是的。那这6000不是你的，退到你钱吧。家人们，你们说我这样做的对吗？对的话支持一下，老人一生平安。老公，怎么了？老公。哎呦我的妈！华夫姚倩，是不是真的？是真的。能往那俩？好。你搞起来。夏乔，蹲一下。真是高手。袋子100元。袋子100元。啊。还是这样卖的快呀、啊。走。哎呦我的妈！有人，最后一个让我来。你在看什么？哎呦哎呦我的妈！嗯，老板你在干什么？哎呀！哎呀！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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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有人。哎呀！哎呦我的妈！嗯。哎呀！哎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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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呦我的妈！嗯？什么表情？没有脸，没有精神，你在肚子上知道？流氓！
有人。老板，鱼米咋卖了？20块钱一个。20块？咋这贵啊？我是个盲人，质量好你翻翻看。好。就要这个。好，我就要这个。他就这样卖的快呀。老婆，你的零食在哪儿买的？你慢慢玩吧。有人，别不敢回去。老婆，你最近吃的零食在哪买的？哎呦！我发火！哎呦你妈！老婆，这饮料在哪买的？猫咪是有打麻将的吗？3000一。哎呦我去！这一瞬间有100万个可能，该向前。你别笑。有人。